看起来应该是已经 say yes 了。对。好，那就恭喜他们了。那当然，明天呢是母亲节，我们先回到场上来看一下高国庆这个球要扛出去了，留不住了，炸裂！高国庆绿色坦克在二局的上半呢打第一个球，就从林振蛙的手中敲出了一支 solo home run， 直接把这个比数啊先打破啊，变成1-0，同一时队呢取得领先了。这也是高国庆呢在今年球季啊个人第四支的全垒打。哦，抓第一球打啊、哦！这个球啊几乎就是在一个内角的一个位置啊，偏中间一点，是我这个机会掌握得很好。这也是同一师队啊在今年球季啊对上牛队啊所敲出的第十支的全垒打，因为到第四局了，还不到50颗。这就是每一局都15球左右的一个用球数。是，这个球又扛到了左外野方向，后腿就出去了，单场双响炮，在满球数的情况之下，又是从林振华、钟云郎的手中敲出了这支全垒打，跳出来了高国庆本季的第5轰，现在独居联盟的全垒打王，也帮助球队取得2-1的领先。这个球的位置又跑到中间来了啊、哦。哇，高国庆今天的手感啊也算是林振华的克星啊，好得不得了，两次的打击呢两次的全垒打，哇，现在两次的 solo home run 又帮助球队把领先优势给讨回来了，2-1领先，冲出来了哈、哦、是五支等于说是自己排在第一了。